No smoking. This area no 这种不要这种动物。这后面的山还是比较好看的。这边就是台积电要在这边建五个工厂，还有它的配套的也要在这边来。看着风景还是不错的啊，还有这种花儿。风景多好看，这边就是一个休息区，有洗手间呀，可以饮水呀，可以喝水啊。然后这边就是比较繁忙的十号公路，洛杉矶通往洛杉矶，洛杉矶到凤凰城，十号公路穿的也比较多啊。美丽的风景啊，前一段下过雨，所以这个地上不是说特别干，还是有点雨的。云彩，天空的云朵还是不错。